各位老铁大家好，我是松轩家的轩酱，今天继续给小伙伴们讲美国恐怖故事第二季的疯人院。上一集我们说到，魔鬼已经进入到玛丽的体内了，血腥玛丽模式正式开启。本集一开始就是玛丽拿给裘德一份报纸，报纸头条竟然是十多年前裘德撞死小女孩的那条新闻。裘德看了一眼报纸出版的日期，上面写着1949年，于是大惊之下质问玛丽是谁送来的报纸。玛丽很淡然地回答，是邮差啊。很明显这都是玛丽干的，魔鬼对付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套路。裘德最怕的就是撞死人逃逸这件事情，所以魔鬼就用这件事情来刺激他。子曰，毁灭一人必先毁其灵魂，摧其意志。一个照面下来，裘德就被搞得失魂落魄了。大柱是一个科学狂热者，第一集当中他不是从泰特脖子里发现了一个会跑的铁虫子吗？对于这种高科技的东西，大柱肯定是要仔细研究的。他就发现这个虫子水火不怕，而且弄碎了还能够自动修复。大柱认为这个虫子应该是一个类似于窃听器的装置，肯定是别有用心的人想调查自己。于是他就把虫子放到玻璃瓶里去质问泰特。到了泰特房间，大柱就发现虫子立刻变得活跃起来，不断地冲撞玻璃瓶，想要回到泰特体内。大柱就很紧张了，他认为泰特体内还有类似的装置吸引着虫子回去。于是他开始在泰特脖子上开刀进行寻找。大柱为什么这么怕有人监听他呢？从他一边做手术一边自言自语当中，我们得知他以前还有一个身份，他现在最怕的是东德特工、苏联特格博、美国联邦调查人员、犹太反纳粹党这一类人。所以我们可以初步的判断，大柱当年应该是跟西德纳粹有什么关系。暴雨将至，玛丽走到大厅通知病人们，等暴雨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电影《罗宫春色》，是你们最喜欢的情色片，并且包含大量基督徒被杀死的内容。这个片段其实就是告诉我们，魔鬼将会通过色诱和暴力来达到反基督信仰的目的。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妈非常恐惧，颤抖着对玛丽喊道，魔鬼别过来。这个大妈是一个基督信徒，她能感知玛丽体内住着一个魔鬼。结果等大妈回到自己房间之后，玛丽也跟随了进来，并用剪刀杀死了她。随后玛丽把大妈的尸体运到大柱喂养的怪物那里。这个时候魔鬼附体的玛丽当然不再害怕任何东西了，她冷静地站在那里，终于看到了怪物。镜头给的很少，大概就是类似丧尸的一种生物。回去之后，玛丽开始挑拨裘德和大柱的关系，让他们两个产生矛盾。在大柱面前，以前清纯羞涩的玛丽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妩媚动人的美娇娘。玛丽开始主动地勾引大柱，这一段呢很黄很暴力，轩酱也不好意思解读了哈。喜欢重口味的小伙伴请播放下原片，找到这一段自行充电。但是呢别忘了，大柱喜欢的是圣洁的玛丽，看到心目中女神堕落成这个样子，大柱怒发冲冠。哦，虽然他没有头发，回身对玛丽就是一个耳光，然后怒吼着让她滚出去。阿紫关注小白好久了，经过判断呢，他认为小白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，于是他恳求小白帮忙把自己的消息告诉朱老师。但是阿紫这次可是看走眼了，小白就是那个连玛丽体内的魔鬼都惧怕三分的人物，看来阿紫这是要倒大霉了。裘德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然而和他通电话的竟然是当年被他撞死的那个小女孩。裘德最怕的就是这件事情，马上紧张起来，为了平复心情，他喝光了玛丽送过来的一整瓶酒。暴雨将至，病人们都聚集在大厅里等待放电影。这个时候喝多了的裘德摇晃着走了进来，在酒精的作用下，一向沉稳的裘德竟然打开了话匣子，他越说越激动，结果差点把撞死小女孩的事情说了出去。他心中一惊，于是找了个借口逃离了放映院。屋外雷电交加，屋内也开始放上了电影。小白悄悄地坐到了阿紫旁边，小声地向他讲述自己到朱老师家发生的事情。小白的描述是这样的，当他进屋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朱老师，而地上却有一滩血迹。他告诉阿紫，朱老师大概率的遇害了，根据作案手法判断凶手就应该是大名鼎鼎的血脸杀人魔。这里我们得注意一下哈，小白进屋时候的面部的镜头是这样的，在眼眶下蒙上了一层阴影，
把小白衬托得阴森恐惧，这是标准的反派 BOSS 出场使用的拍摄手法。所以说，细心的小伙伴们应该已经知道了啊，小白现在是在说谎，他一定另有目的。当然，这个混乱的夜晚是逃跑的最佳时机，于是逃跑小组准备行动。小米之前联系过红棉，也参加了这次的月愿行动。四个人溜出了放映厅，但是在大门口还有一个守卫。这个时候，小米就发挥了自己的特长，利用色相来勾引守卫。凯特、阿紫、红棉三个人趁机逃出大门，奔着玛丽喂肉的那个方向去了。顶着倾盆大雨，他们沿着阿紫记忆中的小路奔逃。当他们跑到玛丽喂肉的那个地方，却被吓坏，在草地上躺着一具死尸，死尸的肉身和内脏好像被什么东西啃得七零八落的，看面容正是玛丽杀死之后抛到这里的那个基督徒大妈。然后从树林里钻出来几个血淋淋的丧尸，兴奋地冲向三个人。这就是大柱一直研究的新物种，这些丧尸本来都是疗养院的患者，也不知道被大柱注射了什么药物，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三个人也想不了那么多了，这个时候魂都吓飞了，玩命地往回跑，估计这个时候百米的速度比博尔特还快，很快就甩开了丧尸，跑回了放映厅。这么一闹腾，玛丽只好去把喝醉的裘德叫醒过来控制局面。裘德关掉电影，开始清点人数，结果呢，少了基督徒大妈和小米两个人。于是裘德去寻找失踪的几个人，没想到在昏暗的走廊里响起了一个声音。裘德走过去，他看到了永远不能相信的一幕，他的眼前赫然是一个外星人。大妈，咱们知道已经喂丧尸了，但是小米哪儿去了呢？原来当大家都在看电影的时候，大柱却一个人躲在圣母像面前，他用口红在洁白的圣母像上涂抹着，圣母的面颊与胸口仿佛绽放着鲜血一样。大柱大吼着，你这个婊子，然后推倒了圣母像，同时他心中完美的玛丽也随之粉碎。激动的大柱往回走的时候，正好看到了小米，于是就把小米抓回了手术室。当小米从昏迷当中醒来的时候，看到的正是大柱那张阴森的脸。小米向大柱恳求着，希望能够放他回去。大柱冷酷地摇了摇头，对他说，想走是不可能的了，我的外科手术无懈可击。于是他揭开了被子，小米低头一看，顿时惊得魂飞魄散，只见自己的一双腿竟然被齐齐截断。伴随着小米的惊呼声，本集结束了。看完本集又给我们留下了几个疑点，裘德看到的真的是外星人吗？小白到底藏着什么阴谋呢？丧尸会不会进攻疯人院呢？逃跑的那几个人还会继续越院吗？魔鬼玛丽下一步又会祸害谁呢？这些我们将会在下一集当中讲述。我是喜欢说电影的轩酱，请关注我家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会有本期的文案，喜欢看文字的小伙伴请扫码加入，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心得体验和人生感悟哦。